景区内逛的有点累了，所以在湖边休息了一会儿。然后有三位奶奶从前面走来，旁边还有一位姑娘陪同。他们在那里拍了照片，仪态端庄又不失优雅。我看见这一幕，感觉很温暖，然后也很有爱。希望到老了，我也可以和小姐妹出去拍美美的照片。